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，啊，这个是90度，然后呢 ，AC 是6 ，AB 是8，啊，这个哈是 BC 上的高，那么他现在问说哈 ，BC 哈减 AD 就是这个底哈 ，BC 啊减 AD 等于多少？减高等于多少？他们知道这个是直角三角形嘛，所以这6 8 10，所以 BC 呢是等于10，哦，3 4 5那个三角形呢扩大两倍，哦，就6 8 10，然后这个高是等于多少？我们用什么？这个乘以这个除以2是面积嘛，这个乘以这个除以2也是面积，也就是说三角形的面积哈，哦，是等于多少呢？2/ BD， 好 ，BD 现在是10啊，啊乘以多少呢？乘以高，高是 AD 嘛，哦，这是三角形的面积 ，AD， 啊也会等于多少呢？以这当底，这个当高，哦，就2/ 多少呢？8 × 6，好，那这样 AD 就可以算出来，这是48，啊所以 AD 好等于多少？等于4.8了，哦，等于4.8，哦，这是4.8，哦，这是4.8，啊，十减4.8就5.2，所以答案是5.2。